感情难维持，比外遇更可怕的婚姻杀手。老婆收入特别高，老公其实找工作都很不顺利，老公拿不出像样的名片，所以老婆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丢脸。我们有遇到过很多先有后婚的案例，他们还在念书哎，那怎么办？赚不到钱以外，也不太会带小孩子，到最后诉请离婚，整个其实后半人生就完全都毁掉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，妈妈好神之，熟女家务事。